我瘦了吗？瘦了。真虚啊！好的，大家告诉你啊，需要播一下安全须知啊。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光临第七届爱笑情敌上海见面会的现场，在此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欢迎，欢迎各位。演出还有三分钟即将开始，请各位来宾把手机调至静音状态，好了吗？没有坐错的朋友，请尽快对号入座。都坐下了吗？啊，还行啊。那最后，让我们共同度过快乐还有甜蜜的一天，好不好？一会儿各位主创上来的时候，希望能够看到各位的热情，好不好？好。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唱点什么的呢？
点私恩了，解决一下。
表现还行吗？真的要感谢大伯。好，我们接着聊啊，说完了这个咱们剧组有多穷的时候，其实我们剧组不光穷，我们剧组还特别点背。其实有很多事情，包括我之前发微博大家也都看了，但是其实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然后你们来说一说吧，就是你们比较憋屈、比较窝心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建组第一天，池哥带大家进局了。我开车很多年，其实就是开车特别好。我第一次坐车就是你开的。对，其实真的特别。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到齐了，我开着车进组，在我的家门口被一辆红色的脱缰的野马，就直接给我撞进局子里了。当时我们都在车上，还下着雨，挺凄惨的。然后柴老师是闻讯赶过来，还安慰我：“好事儿，出点事儿，好事儿。”那天真是给柴老师美。柴老师不是说有一个说法吗？对，就是拍戏之前，然后稍微出一点小事故会，那是没办法的，行吗？要不怎么说？但是在没撞车的时候，陈老师就这么说，我说那个，意思是我撞我的是吗？不是，我给是刚给陈老师打电话，是我忘了是推送的还是我打的，然后陈老师就说，撞车咋事儿？我今天怎么在哪儿啊？然后还是就过来了，一点就直接问了一句说你没事吧？没事，过来一直很笑的跟我们聊天呢。其实更倒霉的事就是咱们第一天拍戏的时候，就去公园。第一天拍戏的时候，那个导演刚要说开始，然后那边那个大爷吧，是一个大爷啊，就直接喊了拦住了，忙！就第一天拍公园的戏是我跟月月飞的那场戏，月月当时已经在桥上站好了，然后我刚准备要跑上去，那边打住！事先没商量好，把我们全都撵了，什么都能下来了。什么也没拍，就撵着，结果第一天就去他家别墅去拍了厕所。因为当时这个场地，我们一直认为是公共场所，没有解决好场地问题，就直接去了。大佬，一个大佬，穿着衬衫，戴着假发，刚要穿上头，下来。我们全组的就被轰出公园。我说一件事儿吧，那个应该是剧组前三天没有我的戏。今天安排的戏取消了，但是，到了晚上就是泼粥的那一段，然后我跟那个赵老，我们俩开车就那一段，所以你来一趟吧，结果等到了一点多吧，好像是开完那个，对，应该是一点多，我挺心疼我弟当时那点，特别冷当时，是泼粥那一段，那场戏我也一直跟着，就是把。能心冻的，是的，泼粥你们因为白天特别热嘛，也没拿个外套。到了晚上连泼了好几桶，确实不行了。那个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们俩一块拍的，就显示嘴唇特别红。其实不是打了唇彩，真的。是冻的，应该是。我跟你解释这事儿干嘛？不知道啊。就是我在第一次找这个赵赵让他来演这泼粥女的时候，我没有说他演哪个角色，我就是告诉一下他的题材。当时赵赵以为我要让他演瘦，这新人的答应啊！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圈子里啊，我以为都是一个感觉。
我要喊实话，我跟你说，你休息一会儿。
不行吧？你是觉得他特别适合演吗？所以这么极力向我推荐他。大波，你一定从未见过我，还是不知道，不知道你来这个剧，以前是不是见过我？因为说他会找我，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也想找我弟弟，但是呢，咱们俩长得很像，所以说这个结果必须是大波。我跟大波长得像，谁说你？老王的兄弟叫帅，是不是？然后采访这个二哥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真正知道你妹妹的拍摄题材，并且深深的，并且知道她深深迷恋于此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因为我哥之前他一直都不知道，他还没有发过货，然后还发过我的书，但他什么都不知道。说开始说他在拍这个戏，这写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我都不明白。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这个。有的时候就说在座的你说的一些词儿啊，或者一些话呀，有时候我都听不懂。因为感觉跟我的圈儿好像不太一样。昨天吃饭一直在提，刚忘了吗？去有他的前途，完了我可以尽我的所能去帮助。然后我看王青今天冒出了很恶心，我决定问你一件事儿，就是你还记得你在公园门口换衣服那件事吗？来给大家说说吧。我们剧组就是刚进来，那你说剧组很沉嘛，然后。硬件设施是多差，那天是在公园门口下午练广场舞和公园舞大妈最活跃的时候，我在那个公园门口脱下我的裤子，然后准备换第二个裤子的工作人员带我的裤子跑了，他跑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是剩下的工作人员，他也不是跑了，他只是找到你那条要换的裤子。他拿着我的换了裤子跑了，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围成一个圈来挡着他，大雨直接贴到他身上，拼命的给王青。我明白了，原来你指使的是吗？是不是你指使的？我有事儿，对不起啊。好，来，我们就跟赵赵聊一下这个。我今天就是前两天听说了一个什么打底衫，这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亲什么的，亲。来，讲下打底衫那个，对啊，白色。这应该羞耻讲吗？因为。对，那说实话就是这样，因为谁跟谁住一块儿，谁跟谁亲了。关键打底衫什么色？啊，什么？因为我们俩一个都不穿，你知道吗？哦嗨，原来我只有我暂时是穿衣服了。菜袋，你知道菜袋本体是什么吗？错了，菜袋墨镜可摘，头可断，打底衫不能脱。秋，哎对，跟秋实不能脱。我就习惯穿个白色短袖在里边，这样我觉得会很安全。对，然后两个人穿着毛裤，都蹭出了火星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秋实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秋实是最开始是我们剧组，现在已经是我们剧组的颜值担当，大家一定，而
90%以上都是男性，然后就是秋实是受我们剧组工作人员最喜欢的一位演员。然后不光是在剧组，就是在拍宣传照的时候，我们那个摄影师是个纯直男，当时他非常开心的给秋实拍女装，然后甚至当时连我们的那个月月总工都给被他给漠视掉了。小点学生
我的天哪！其实你们都不了解我的声音，看不到我的声音有多努力。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冯健你真好。我觉得冯健你好，但是我也真的觉得大伯这是怎么了？大伯你不行，怎么了？怎么了？这几个都很好，对不对？对，然后说回去，其他人都不在，那都是我的同学的，都很帅，都很帅。当然我好多不容易。容易被误会的那种亲戚关系吗？还是我到现在都怀疑哥你们拉我眼泪啊。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来读来爆料一下，你们这几个人里面谁最胆小？现在我觉得最苦的是羞耻。为什么是羞耻呢？群艺。
我说刚才问你说最狠的是我，最狠的是应该是那我哪能跟你比呀、啊、那死不死那也得看跟谁比，那有钱我就不跟我的真行。下一个问题就是互相评价一下对方的演技，要听实话。好几个，别这么说啊！我评价谁？我评价他跟所有人。对，从头到尾。所有人，其实所有人，我觉得都特别好，但就他不太好。就是。所以我分享所有人是因为一个问题，我。秋实很自然，大家都已经看了，特别是像我这样一种感觉，蔡少演出了自己，不是我跟他演出了，而且我就昨天报道一个事儿，就是蔡少昨天晚上流鼻血了，然后秋实会特别开心的笑，我特别开心的笑着说：“我这么美吗？”我一看秋实，我都不言自语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观众里有点有点红嘛。然后这就是他流鼻血，这我来说。你说，就是他流鼻血完了以后，他那边的眼睛就有点充血，就然后当时蔡老师说了一段，蔡老师说：“终于这都拍完了，我终于在你的身上看到了我心目中那个最成功的郭冬雨的那个形象。”我就是我他流鼻血我没多、你戴帽子怎么说呢，别不承认要是我就想碰杯脸。Yeah.
是想让你看的总攻略对待的真正吧。这个是雨雕是吗？是雨雕是吗？啊，他把那七个棚拿为的是雨雕。演的一起啊，你忘了曾经亲自跟他说过一句话吗？这都是明月光附近的。下一个问题，那个宇宙总工冯建宇。既然问到这个问题了，有什么可在替你说话？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之前有采访有互动，你记得吗？记得。好嘞。他说是。今年夏天呢，我们聚在一起，经历很多，发生很多，所以说呢，我和大宇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给大家整了一个礼物，对于今年夏天的一个回忆吧。然后我们两个其实很尽心尽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还没说是什么就行，期待一下，这两天会送给你们。青哥说完了吗？钱老师您说啥了？然后再跳几位吧。什么？啊？你对雨欣怎么看？我怎么了？什么？你对雨欣怎么看？他对川渝那边不错。咱们雨欣就稍微说一点，不要大外夫人。下一位三排十六号。
羞辱的，然后给这个，你稍等，我们用挺羞辱的那个。
会有啊？我是不是想输了会看到惩罚？叫十，12.3厘米，青旅10.2，那要不我就给你们额外选一个惩罚方式，可是我们换了，我们早吃完了，他怎么都吃了。
主子。其实还有五次，请把你们交下的那个报纸对折。Thank you.
我给你个机会。
来说你们两个床戏怎么样？其实最开始的办法啊，我尴尬啊，最后就我就说他自然就来了，这个自然就来了之后，这样吧，就自然就来了之后，每次就戏一完事儿，就我们需要好久才能出戏。
手工鸡点到水果就选谁？怎么解？上面有几排？上面有一二三四排吗？这样，我说排号，大宇说座位吧。一、二、三、四，四排。四排那就四九号。九号。四排九号。找到了吗？这个四百九号是歌手，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招一下手，谢谢。四排九号。我多希望我是那个粉丝。辛苦了。你们等会儿，你们都看剧了吧？想看我们两个亲密的镜头呢，请就从我们的一集剧里看，好吧？每轮描述完毕，六人投票选出怀疑谁是卧底的那个人，得票数最多的人出局。
两个人这样做的话还可以。若卧底冲到最后一轮，则卧底获胜，反之则大获获胜。你们不能到时候我们的观众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题目还有卧底的卧底是谁，但是大家不能说出来，但是可以助手。Thank you.
是一个斗士，然后形成一个男人，就是。你说的很对。是我想二哥，你是不是根本不明白啥意思啊？你是不是明白？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一个我怎么描述？我不会说这词儿。你自杀了？不会自杀，没救了。是一个动词，但感觉又像一个名词。然后我想看到有人被谁微博叫什么人把我顶住了。你刚说是什么？哦，我知道。其实我知道，其实我也是。我肯定不是，就我这个词儿呢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才了解到的这个词。就是书面上的理解，就是一个动作，就是。六号。可以吗？这个不能有男人的事情吗？男人呢，怎么有激情？你我三三给你阿赛。我觉得女人也可以吧。我实现了，我要自杀了啊！这怎么说呢？我这辛苦大家了。你加油！其实，蔡老师就挺厉害的，我说是蔡康永老师。可以说是他们四个人的角色吗？行吗？行。然后大家一致一下，谁说
这很好笑，这很好笑。阿喜知道吗？阿喜是谁？最近学了一个词儿，是一特别特别特别接地气、特别特别
红吧。你该形容不行，你要形容的再准确一点，让给大家一些更重点的东西。这个这俩人吧，这是怎么了？这是，反正虽然说我不占这个吧，但是怎么样？反正也挺好的。投吧！来，大家一起投，到底是谁？一二三。
谢谢。我要做什么？站住！站住！点赞！点赞！来来来！
不一样。第二集见。
哎，我一上来为什么是这词啊？又到了我上来的词。来，我说两句，说两句啊！我上来是不是感觉你跑得要走了的感觉？没准备啊，你没把握住，今天早上就以为干活来了，不知道又怎么了。这个，我知道你们对这个丽西也很恋爱，很荣幸的是，我也陪伴着丽西走过了她的首映礼，她的第一场见面会。虽然现在大家都心里。是啊，你啊，丽西的这个感觉大家都看过了，我看过《卫生间》，挺好看的。其实里面有几句话挺惊艳，是什么样的精神领袖让你放出如此逆天的好演？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包括就跟这几位演员这个接触下来，感觉他们。人啊也都非常好，然后整体的感觉也都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啊，所以说呢一席之爱上情敌在这里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那我也要完成我的所有的工作，然后也把一席爱上情敌做完发行啊，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面大家更加支持柴鸡蛋老师的作品以及四位演员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好吧。这蛋糕我看有点白瞎了，我就给他拿过去。其实，在整个这个文化素养，其实他是一位研究生、高材生，真的是特别棒。这是咱首映礼，这个是准备的词儿，现在再来一遍。从某种程度来说，你应该是前辈。没有，就是那个刘丽琪也都是特别所谓的喜欢吧，别人个人的喜欢。那柴老师想一想，刚才一直在主持，那想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事情，包括性格呀，或者为什么会写这些，就是创作的初衷是什么？我的性格已经在微博上暴露无遗了。柴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大条的一个女生，就是在来上海之前，前一天我们在办公室里开会，开完了之后可能已经很晚七八点了，她突然想，我明天要唱什么。我当时好像没有躺在地上，太恐怖。不过她是一个特别细心，然后特别照顾大家的一个女生。她真的是把整个剧组带上了一个辉煌吧。我觉得柴老师对整个的一席是绝对的最大的功臣。那大家再次把掌声献给柴老师，好吗？好，那带着对一席的恋人不舍。带着对柴老师的敬意，带着对所有演员的喜爱，那我们上海见面会就正式结束了。像糖裂得像墙，活在心底，死在心上，却不能放。你的酒窝是映照的余晖，
你的歌声是真实的完美。伤的是谁，疼的是谁，蒙了癫狂，醒了迷醉，却无怨无悔。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们有我们的脾气，哪怕世界充满了敌意，我依然爱你，今生只盼与你相遇。情